这水里以后会有鱼吗？ 自然会有啊。 还有两处封印呢， 在哪儿？ 是什么？ 其中一个就在你们军营练兵台那片土地上， 等一下回去， 你让将领回避一下， 便可加强。 另外一个便是牵引虚天渊的金刚锁链， 那个锁链就在虚天渊的门口。 山顶是木，湖里的是水，营地中的是土，虚天渊前的是金，那还有火呢？五行不全，你这二重封印也很难施展啊。处理好其他两个封印，我自然会去寻找有火的地方，这你不用担心。行止。 来到灵界，自然会混虚天渊的情景。走吧。暴露了。 似乎想起来，这碧水树在千年前啊，就不一定非要牵手。碧水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。哎呀，年头长了，我忘了。别想了。 星云已经死了，这里便是土之封印。对。 监视完毕之后，我便回去王都领罪。
这里的瘴气，依旧要想抗拒心中苦难，可想而知，在被重塑之前，这里的情况究竟有多糟糕。是灵界中人，灵界之人很容易造成不同的情势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。方才我已经帮你清除了障洞，初始的木质封印能驱邪祟，除污秽，帮你稳固人心。而后的水质封印，我可清心静，命令开，助你心定神静。再以统治封印的封印之功，帮你隐居赵都。所以，非要我带路不可。只为如此，
只为如此。烽火的封印就在虚天元里，王爷身上已经没有招，所以不必跟我进去。刺客回到营地里，整顿你的军队。待此件事完毕之后，我自会回到仙界。至此，不再劳烦王爷。多谢神君，此次相助于我灵界。干嘛呀你？有事说事儿。王爷，您怎么能这样就把神君给放走了呢？神君要走，又岂是我能拦得住的？早说呀，早说，我就自己跟神君说了。怎么？不过几天时间，难道你也被这神君收服了？王爷现在说话越来越让人诧异了。我堂堂七尺男儿岂能有这种想法？末将是觉得吧，王都偶尔受瘴气的侵扰，若是能让神君去走一遭，即便是不施法清除这些瘴气，是不是也能让王都干净些时日啊？你再说了，我都和我媳妇说好了，来看看这锃亮的月亮。末将告退。明知道你不在，我却还是眼巴巴的过来。我约莫是有了什么毛病吧？
那行止神君为何会在这儿？封印已经重塑完毕了，只不过被几只魑魅拖住了脚步。近来几日，重塑虚天元封印花了不少力气，却一不注意让他们钻了空子。那你可有受伤？这虚天元当中瘴气弥漫了多年，一时半会儿我也摆脱不了他们法术，所以闲来无事也得虚天渊闲逛。这虚天渊不见天日，对于神君来说不过是换个地方逛一逛。看来我的忧心是多余的。王爷该不会也在这儿闲逛了吧？我没有这个兴致，我不过是跟将士们巡逻的时候到了此处，走近了一些，后来被一股怪力给拖了进来。哎呦，王爷竟然也会被拖进来啊！哎呀，现在的魑魅啊，真是越发有趣了。一点趣都没有。神君可有法子让我从这里脱身？明日我便要和上北将军他们回灵界王都。一早他们若找不到我，必定会以为我。必定会以为我又逃亡了。彼时又是一阵慌乱。可惜啊，现在出不去。完了，这不彻底完了吗？这么大人做事情也不长长脑子，怎么说走就走？跟我一出门就走，什么事儿啊？闹的这是。我这命算是保不住了。哎，王爷又逃婚了。上次逃婚王爷就浪费了500年的修为，还被灵尊关在雪姬殿中受罚。你说王爷怎么还敢逃婚啊？哎呀，要我说王爷这次不止逃婚啊。你看啊，行止神君是不是也没回来啊？这刚重塑完封印，话都不说一声人直接消失了。王爷又在这个时候逃婚，哎，你说巧不巧？你的意思是？四本啊，心有甚感。你看啊，神君和王爷在凡间喜欢的那凡人是不是相似？啊，咱王爷呢，给神君带路，这带着带着，啊，带着带着，带着带着，不就那啥了吗？移情别恋，移花接木，感情找到新处。更有甚者呀，我还猜想啊。猜想什么猜想？还有什么好猜想的？将军恕罪，将军恕罪，我等嘴碎，愿受责罚。这神君和王爷，岂是你们能够在这胡说八道的啊？属下恕罪。一会儿啊，你们三个人，每个人给我绕着营地跑200圈。啊啊！是是，等会儿。你们几个把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猜想复述一遍。哎，将军，最开始他俩可能还没那什么，不过一来二去就逃婚了，是吧？哦，在一起，你记不记得？就前段时间，这个事儿。
我实在是太委屈了。我像是说谎。神君说谎的时候都不像说谎。那我告诉你，这回当真出不去。逗弄我很好玩吗？好玩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总是骗你？你难道不是总在骗我吗？找不到路要我领，避水术放水要失效，什么护法，件件事都在骗人，不对吗？如此说倒有那么一点道理。那你没有觉得件件事我都是为了清除你体内的瘴毒？王爷，你怎么不领情啊？不知道感恩吗？多谢神君相救天命，所以可以出去了吗？真是命，我本来不想逃出来相遇。这是？是我在处理火之封印的时候被妖物所伤，他们想饶我清净之力，从而试图解除封印，但他们肯定想不到封印已经形成了，即便我死在这儿，封印都不会消失，除非千年以后虚天渊是一重封印。然而偌大的封印，哪怕是神力也支撑不了多久，所以我便随自然之物居五行元素，即山间千年灵木、湖中水灵神兽。陛下化玉之金石，成囚人，束缚魑魅于其中，而后成二重。二重封印当中，我又取火之封印放置于虚天渊当中，使两重封印相互融合。一则应欲破坏封印者，无论从内还是外，都没有办法瞬间破除掉封印，为守护封印的人赢得了更多的反应时间。二则另一重封印则依托山水土地，吸收自然之力则更为长久。然而自然之力并非取之不竭之，千年岁月已过，自然之力差不多已经耗尽了，故而我前来此地加持灵气，会使封印更加强有力。二重封印过后，这儿便是以天地灵气相依托，行自然之道，所尽瘴气。所以啊，在我的伤未好以前，我出不去。至于你，之前呢，我已经清除掉你体内的瘴毒，但是啊，这虚天渊当中到处都是瘴气。你是灵族之人，本身就没有净化之力，并且极容易感染瘴毒。唉，虽说瘴毒对你没多大影响，但封印也让你出不去。所以在我的伤未好以前，你没有办法帮你解毒。哎呀，至于你啊，你就说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好？也很快，逛两圈差不多就好了。所以啊，你不用过分担忧，要是迟了呢，回头我跟你一块儿回到灵境皇宫殿时，我亲自和灵尊解释解释，想必灵尊定不会责怪你。
雪宿天地别一三成荒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，丽影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莫似幻。轻落红尘别一念尘光，再多缠绵煮一生孑然，浮生轮化与你一把酒相望。今夜恨明刻入骨的脸，不负这一趟时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再歌赋诗缘。轻锁明知独余生的劫，断翅连宿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剑如初言。放心吧，神。上古神会不会偶尔睡觉的时候，神识落入到人间，化成人形，活了一辈子？或许吧。怎么了？没事。神君偶尔会让我想起一个故人。是吗？与我相似之人不常见啊。可不是吗？碧苍王，于人于物太过执着，不见得是个好事。倾尽一切为浩荡夙愿，亦难全沈离，多谢神君指教。千千听闻王爷逃婚一事，想问芙蓉君有何不可？都快被墙外人摘秃了的红杏树，敢问神君想要吗？若不是神君乱点鸳鸯谱，本王岂会落到如此地步？还没有问过你，为何要将我指给他？因为，哎，阿楚，仙君可是觉得水冷了？去给本君拿点吃的。是。仙君，仙君，站住！一身的土。不准脏了本君的沐浴圣地。仙君，方才有灵界的人上来报说，从虚天渊中跑出来的师妹已经被那碧苍王给斩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何止是快，小的还听说那碧苍王沈离战师妹的那一日，黑气缠身，颜如修罗，他一挥手，手起刀落，那师妹直接断成两截。他一张嘴，血盆大口，愣生生的将魑魅和血生吃，吃的那双眼睛都是鲜血淋淋的猩红。你过来。他吃了魑魅，他，好像又听说他是被那魑魅给吃了，然后又从魑魅肚子里给杀出来，总之就是浑身血淋淋的，煞气森森的。然后天君还传来了消息，让您去灵界与碧苍王培养感情。
准备，快给本君准备，本君要去面见皇爷，跟着。好。行至神君越狱之前，是否下界？不愧是神君，你还记得神君重回九重天之日，他交代了什么？若是死后有人询问他下界游历之事，让天君假作不知。当时我还纳闷，神君怎么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，而且这要求还有些古怪。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神君这是未卜先知啊。这灵尊为何要问神君的事情？莫不是这灵界又有异动？这就难知了。神君既然给我提了这个醒，说明他心里已经有数。我们仙界只需配合神君，不要多事就好。这芙蓉与碧苍王联姻，神君定也是自有深意。本来我看这芙蓉闹得厉害，想缓缓，可这书信以来，我等必不能打乱神君计划。如初言。
心的孔雀载歌赋诗远，金锁明着古玉生的劫，断翅连锁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光剑如初如初烟。